这个星期天21号就是父亲节了。由仙宁雷德冠名赞助的大型益智节目《金头脑》本周推出了父亲节特别节目，五队的父子还有父女党一起来挑战，从激烈的比赛当中传达亲子间的幽默互动，逗趣全场，也有温馨感动时刻。本周呢，《金头脑》就要陪伴华人欢度父亲佳节。珊珊啦，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节目哦。没错，今天是我们的父亲节特别节目。庆祝父亲节，金头脑的参赛选手全换成父子父女党，选手年龄不一，有青年也有小孩，不过大家目标一致，要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抱回1000美元的现金，其中也不乏在美国长大的小朋友，连中文也不太轮转，但脑筋动得特别快，绝对不是省油的灯。 What do you know in Chinese? 你好，母亲节快乐啊！母亲啊，父亲节快乐！不止可爱小朋友非常吸睛，这一集的金钗主持人唐梦露 Emily 也是超活泼的小辣椒，欢迎 Emily。出场亮相也要活蹦乱跳，临时被 Q 现场表演 ，Emily 的午后架势也马上惊艳全场。哇！金头脑第9集特别节目，来宾们必须通过估价王、智慧王、抢钱王三大关卡，一路过关斩将才能抱回大奖。精彩节目将在20号星期六晚上8点，超视62.6台以及晚上9点，在超级台与美东台播出。而星期天晚上8点也看得到。选手们表示，参加节目志不在夺标，而是来创造更多属于自己和爸爸的甜蜜回忆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采访报道。